这位阿伯想得真详细，哇，真可惜，差一点啊就会当顺利过门。不过无要紧，这不是正式的比赛，只要趣味就好。德山镇老人会今日伫德山公园内，是以地面高尔夫、木球、甲追求三项运动来举办一场趣味竞赛，嘛希望会当鼓励上了年岁的老人，会当加做一挂对健康有帮助的活动。我德山老人会吼，那是槌球、木球。地面高尔夫球这三球是阮老人会最喜爱的运动啦，所以我常常来出这三项来做咱的老人会做一个趣味竞赛。虽然今日各地拢是落雨天，不过这并无影响到活动的举行，大家的心情也无受到影响，依然是耍甲相当的欢喜。啊，虽然讲即个是落雨，天公不作美，但是阮的精神嘛是依然是同款，伊的精神吼嘛是同款。风雨无阻就对了哈。对，今仔日的这个雨落这大，啊，大家无想到这个雨落这大嘞，啊，用这个出勤率原来袂歹安尼。地面高尔夫、木球、甲追球，拢是真侪长辈介意的运动。为着要让一挂初学者，麦当充分享受拍球好耍的所在，主办单位表示，活动唔是用比赛的方式，是以趣味竞赛来提升大家的兴趣，而且耍起来嘛比较较袂有压力。不管讲拍好拍歹拢无要紧啦，啊，安尼趣味就好啦。伊个正式比赛吼，较有压力。啊，趣味竞赛就是讲，主要是要让你拍趣味的，唔是讲你讲要讲拼，啊，让伊感觉讲安尼，感觉真正安尼有趣味性，爱无压力。我有感觉讲，大家吼，安尼感觉讲足踊跃的，啊，佫足快乐，老伙仔拢囡仔安尼，大家耍甲足欢喜啊。拍好拍歹拢无要紧，大家趣味好耍上重要。一点点白快乐的心情，是一点仔拢无受到歹天气的影响。就算是落雨天，大家嘛是耍甲相当的欢喜。记者蔡有凯采访报道。